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就呢、这个新嘅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公布咗啦。我谂听我呢个 channel 嘅朋友呢，好多系做老师嘅，亦都有啲呢系即系嚟咗英国吓，揾翻自己本行做老师添。因为我喺街嗰度都撞过，同我倾咗好多关于教师嘅喺呢一度，同埋喺香港嘅唔同啊。自己點解有咁嘅抉擇啊？咁樣咁呢個教師專業操守指引出咗嚟之後呢，我相信有啲好猶豫走定唔走嘅老師呢，離唔離開你個工作崗位，無論你轉行又好，提早退休又好，移民又好呢，我會認為呢會有一個決定啦，唔再猶豫啦因為呢就裏面有好多呢，有定組有關於呢、这個專就唔同嘅。即係教師具備嘅個人道德同埋操守啦，同埋呢就列咗好多應該或者唔應該做嘅事啦，咁樣咁啊唔單止噶唔單止教師呢係要有咩有8項措施八項嘅專業守則專業信念恪守法治以身作則廉政廉潔公正盡忠職守關愛學生尊重私隱維護專業咁呢啲呢，就其實就係好。好 general 嘅東西嚟噶，你講完之後呢，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咁即係可能會自己咩叫以身作則咩叫做關愛學生，我做到幾大程度嘅咩叫恪守法治咁但係呢，如果你話你要守法呢，仲要自覺維護國家安全要求收到違反社會普遍接受嘅道德標準嘅資訊嘅時候，或者發現校園裏邊有任何潛在嘅違法違規嘅時候，需要向學校管理層及警方等舉報。如果係涉及嚴重失當嘅教師呢，可以終身釘牌，不得重新註冊。你聽完之後，你會唔會覺得哇，即係點啊，大佬，我可以做啲乜嘢啊？咁樣嗱，其中喺呢個恪守法治嘅呢個章節裏邊，呢個操守指引係咁講嘅，佢要求教師咧守法守規，尊重政府同埋學校嘅合法權力，要正確理解憲法、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公众利益，培养学生正确嘅国家观念。指引呢就话好清楚，就系要正确了解要啲教师正确理解国歌法、国旗法，培养学生嘅正确嘅国家观念、国民身份认同同埋民族感情。佢一路都系讲正确理解宪法、基本法、国安法，正确理解国歌法。国旗法正确嘅国家观念，正确嘅国民身份认同，同埋正确嘅民族感情。咩叫正确呢？咩叫正确嘅民族感情呢？净系歌颂你伟大光荣正确，唔可以批评你做得唔妥嘅嘢，远嘅唔讲啦。咩豆腐渣工程嗰啲讲到真系都出晒啦，讲近噶啦。究竟呢、这个一夜之間，將呢個動態清零取消，而家係躺平，究竟正確定唔正確呢？呢種措施，你批評佢得唔得呢？喺呢、这個唔同嘅大城市封城期間，造成嗰啲咩次生災難，啲大老婆又流產有急症又睇唔到啊，死咗啊嗰啲算係正確定係唔正確呢？如果你講出嚟教啲學生中國大陸啲咁嘅做法喎。世卫话佢呢，其实呢就一早已经失效噶咯噃，算唔算系冇向学生提供正确国家观念、正确国民身份认同同埋正确嘅民族感情呢？仲有最恐怖嘅就系呢一样嘢，最恐怖嘅就要求啲老师去督灰，系嘛？收到涉及违规、违法、违反社会普遍接受嘅道德标准嘅资讯，包括就违反国安法之类啦，有潜在嘅违法违规嘅时候，要向学校管理层、警方或有关部门举报或处理，呢个先至恐怖，系吧？
吓，咁佢亦都会有个不应该嘅部分，就话呢教师系唔应该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违反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嘅任何啊，或者违反任何嘅香港法律嘅活动，唔准鼓吹违反社会秩序，直接或者间接煽惑或促使学生进行违法违规、违反社会秩序嘅活动。另外，教师亦都唔应该纵容喺校园里边有任何潜在嘅违法违规嘅活动。违法违规呢四个字，咩叫做违法违规呢？个定义喺边度呢？唔可以鼓吹，咩叫鼓吹呢？直接或者间接煽惑，话俾佢听有单咁嘅嘢发生。譬如话俾你听，喺中国大陆有白纸运动，佢哋话不自由无宁死，讲呢个新闻俾佢听。因为香港嘅报呢、这个主流媒体唔系点报道噶嘛，CCTV 就好明显啦。咁算唔算系煽惑呢？算唔算系纵容呢？真系喐啲就出事，我哋叫动辄得咎。好啦，咁啊，局长啊，蔡若莲就出嚟见记者啊，佢话呢个八项嘅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同埋多项嘅应该同埋不应该嘅做法呢，教育局你话呢，佢话应该谨慎运用同埋妥善管理社交网络平台，唔应该传递或者转发不真确、意识不良嘅信息或者资料，唔应该向学生传递或者宣扬违法违规、违反社会秩序嘅信息同埋言论。即系话，你做老师，你又要谨言慎行，你唔系净系喺课堂里边做老师啊，你喺课堂外边啊。同朋友傾偈啦，喺社交媒體發言啦，喺任何情況底下咧，都要符合呢啲標準。佢話：蔡若蓮話呢啲嘢都係一般老師做得到噶，係嘛？佢唔覺得咧呢個操守指引出爐會引起多人舉報教師佢覺得呢啲嘢都好一般嘅啫，又唔係叫老師咧懂得飛天遁地。我自己咧。聽到呢四個字之後咧，即刻就諗起就係呢個教師專業操守指引係一個天羅地網嚟嘅。你識飛天遁地咩？一樣去天羅地網啊嘛，一樣可以笠住你，一樣可以喐你，然後咧就釘你牌。咁啊，蔡若蓮就話：嗱，以往咧就有好多嘅案例，就係話咧啲老師咧喺社交平台發布大量粗言穢語、侮辱他人嘅言論，流出朋友圈之外噃，喺家長同學生之間流傳，最後咧就發送譴責。佢話咧，老師嘅社交平台咧，好多人都睇到㗎，家長啊、校友啊、學生啊，一日老師，一世都老師啊！你唔好以為咧社交平台屬於私人空間啊，即係話你喺私人空間講嘢都唔得，社交平台唔得。WhatsApp group 咧，Signal group 咧，系嘛？有啲我記得有啲公司就係連私底下講嘢都俾人錄音啊，一樣去舉報，一樣份工都冇咗。而家唔係淨係份工冇咗，可能係犯法嘅噃，係嘛？有啲老師咩用呢個偏頗嘅教材做高中嘅通識嘅教育科啊，有呢個初小常識科嘅老師喺中國歷史課堂上邊咧多次講授失實嘅教學內容，於是咧就釘牌。仲要终身钉牌添，不应因个人立场而选取不符合教育局同埋相关指引嘅教材。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即使教育局及相诶呢、呃这个指引嘅教材俾你话俾你听，分明系错噶，分明系唔符合事实噶。譬如你话为中国一个全世界最伟大嘅民主国家咁，呢啲系不符合事实噶。人民民主专政即系民主噶啦，咁样呢啲不符合事实嘅。你唔可以同學生講呢啲嘢係錯啊！蔡若蓮被問到教師係咪冇空間自行選取合適嘅教材佢話蔡若蓮就話：因為空間有空間先至會提及有關嘅要求。至於何為意識不良呢？好清楚噶，佢有啲教材咧，有意無意之間講某啲民族一定係污糟邋遢嘅，就係偏頗啦。我唔知佢講緊乜嘢啦咁我教唔教到六四呢？讲唔讲2019年反修例呢？算唔算系点样教先至不算偏颇呢？蔡若莲话指引唔会明确指出应该点样教，最中意系咁。
但任何一个受训的老师都知道，如果教师不知道教材是否适合，就不专业。如果好像厨师烹调食物不知道食物有没有毒，所以个厨师就不专业。即是换句话来说，我不会告诉你他怎样教。不过呢，你教了竟然这样教的话，你就钉牌，你就会出事。那我究竟怎样啊？那条红线怎样啊？我不说，你们看着办吧。就是这样，现在整件事就是这样。你说会不会成为很多学生去督老师灰，家长去督老师灰的一个即触发点呢？我觉得会的。大家还记得啦，即是在这个疫症肆虐期间，很多学生是回不到学校，学校停晒，于是用网课啦。咁用网课嘅时候，有啲家长呢就睇到㗎嘛，你学校教咩睇唔到啦。家长你用网课咪睇到囉，嘩啲老师竟然讲啲咁嘅嘢，哦啲老师咁样㗎，投诉你囉。咁咪出事囉。咁喺立法会里面嗰啲左到不堪嘅啲建制派就话，哦喺每一个即係課室裏面應該擺個閉路電視，其實有㗎啦，張宇仁有閉路電視㗎啦，好開著去睇，大家一齊睇，俾家長睇，俾校長睇，睇佢搞啲乜嘢，有啲咩問題呢就投訴佢。即係監視老師喺課堂上面，而家連大學都有啦，做咗啦已經。不過係咪開放俾家長睇係另一回事嚟。即是说呢，做老师呢已经变成一种呢，无论你在课堂上面被人全天候监视，你落了课一样会被人全天候监视，你是没有了自己的个人的意见，个人的生活，你即使是对着朋友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讲任何一句话，你都要想这一句话会不会令到你自己的饭碗没有了轻则，重则会不会违反国安法拉得。这个还不是天罗地网，是吗？老师是不懂飞天遁地的，老师也不会飞天遁地的，很乖的，香港的老师，你叫他这样做就是这样做的了。不过如果纯粹拿着本书照读的话，我经常都说做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嘛，传道即是告诉你，我是 传授一些课，即是这个课本上面的知识，那些硬知识，或者可以讲这个道理啦，传播一些道理啦，授业可能是教你某些东西，最重要是解惑嘛，是吧？学生可能对很多问题有意见，有疑问，有看法，你可不可以跟他讨论呢？有些学生如果调皮的，觉得哦，我就专登去 challenge 你，要你讨论。个老师话：不如我哋今日唔好讲呢啲啦，继续读翻本书算数啦。系咪应该咁呢？做老师最大嘅这个满足感系咩呢？系教好一个学生啊嘛。我都话啦，即系当你毕咗业，十年廿载，十零廿载之后翻嚟。跟我老师讲，当日啊，你喺课堂上面啊，或者系见到我嘅时候讲过某一句说话，对我激励好大啊，对我某个问题认识咗深咗好多啊，影响咗我嘅一生啊，呢个就系做老师嘅最大嘅满足感。今后嘅老师仲有冇呢啲满足感呢？有咗呢个指引之后，咁唔怪得啲老师走完又走，有好多学校呢是很多空缺的，上学都要请人的，有些课堂现在都有些学生已经缩班缩到，学缩班缩到不得了，已经看得到了，几千个老师离开。我想今后这个离职潮出了这个指引之后是会更加严重，即是你看到呢，特区政府就是这样，是吧？我不理你的离职潮的原因是什么，总之他要达到这个政治目的，他整个理解是这样的，跟中国大陆的思维方式一样的。2019年发生的这个社会的事件，这个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的原因就是老师在课堂上面教坏的学生，致使这么多学生参与甚至被捕。如果不是老师教坏他，
佢哋唔会咁嘅。所以而家嘅做法就系要严厉地规范老师喺课堂上面讲嘅嘢，同埋喺课落咗课之后嘅行为操守，等佢冇机会再教坏啲学生。嗱，佢哋个分析方法就系咁。细路仔有问题，年轻人有问题，一定系大人错噶，系老师错噶，点解唔系家长错呢？系嘛？点解唔系社会嘅错呢？点解唔系官员嘅错呢？一定要系老师嘅错呢？佢唔会求诸己，唔会检讨自己，佢唔会讲呢个社会究竟有啲咩深层次矛盾。年轻人点解会不惜付出自己嘅自由作为一个代价都咁做？有人后悔，有人后悔嘅，我知道。点解当时佢哋会咁做？点解咁谂呢？个社会出咗啲咩问题？啲官员出咗啲咩问题？唔谂，系老师嘅错。总之系老师嘅错。咁同中国大陆嘅思维一样，系嘛？所以要所谓抓紧意识形态嘅灌输同埋控制。佢觉得个社会就会天下太平啦。传媒喐，传媒喐，老师喐，作家系嘛？啲书要下架。这个报纸 要删门，是吧？传媒人被判入狱坐监，教师要被严厉地规范，整个分析的方法就是这样。那他觉得就没事了，就天下太平了，一切搞定了。大家同意这种分析方法和这种做法吗？同不同意都好啦，你作为老师你自己想啦，究竟能不能够继续教到下去呢？对你自己的安全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你会不会有工作满足感呢？看完这个操守指引之后，有些人都觉得，哦，OK，都是这样啫，都是这样做啫，没问题啊，我懂得的了，我懂得避的了，搞定的了，我没事的了。很多人都会这样的。喂，大佬，好高人工的，老师，是吧？那个退休金相当丰厚的。如果我仲有几年教，我点解唔挨埋落去？有啲人会咁谂，我都尊重佢哋嘅选择嘅。但系究竟个风险有几大？我唔系教师，我唔知，你自己衡量。倾到呢度，继续支持我，非常继续支持我心情有快嘅 channel。多谢你收睇，再见。
了。